皇上虽顾念与如意的旧情，却不得不顾全大局，他让玉壶不要再追查此事，还嘱咐玉壶亲自照顾家嫔并保护如意的安全。皇上将大阿哥移去中翠宫，大阿哥与如意感情深厚，到皇上面前亲自求情，还出言斥责阿若，皇上并不理会，让他去纯平宫中。李煜前来宣旨，如意被废为庶人，终身幽禁冷宫。索性和三宝坚持要随如意进冷宫，如意让索性跟随自己，将三宝托付给了海常在。如意请求李煜让自己再见一次皇上，皇上说自己听了一阙戏文，是墙头马上，这正是皇上与如意的定情之作。皇上目前也很是无奈，明知如意冤屈，却在时局面前只能如此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走进冷宫。如意回到宫中，看着之前皇上送给自己的簪子，又回想起曾经的时光。如意换上庶人的服饰，与海兰和纯嫔依依惜别。在路上，李煜告诉如意，今日是嘉嫔、梅嫔和慎常在的册封礼。册封礼上，三人身着华服向皇后行礼。如意被带到翠园馆后，一所空置的院落，历代失宠犯错的嫔妃都被发落到这里。从此，如意便被幽禁在这冷宫之中。如意走进院中，冷宫十分阴冷。李煜临行前向如意叩头告别。索性将从前李煜送给他的荣花归还李煜，称如今如意蒙冤，自己便带不得这东西了。李煜收下后说自己先替索性收着，迟早会再为他亲手戴上。深夜，索性起床倒水，发现窗前有人影晃动，索性以为是鬼，紧紧躲在如意身后。二人将灯点上，打开房门，却发现空无一人。走出房门后，看见外面有几位发了疯的女人。如意命索性拿出一些点心，众人纷纷哄抢。这时吉太嫔从一旁走过，吉太嫔如今只有35岁，容貌却十分衰老。她自称被太后所害，困在冷宫中已有9年。深夜，皇上让阿若侍寝。第二天，马公公来到冷宫送饭，那些疯癫的女人纷纷向前争抢。如意领到的馒头已经发霉，可如意才发现吉太嫔的饮食不同于自己。皇上十分宠爱阿若，连续数日召阿若侍寝。嘉嫔听了十分不悦，打定主意在生下皇子之后再彻底收服阿若。嘉嫔担心自己的皇子是否会受到皇帝的器重，她称这个孩子不只是自己的指望，也是世子的指望。